轻松绿百万重险，蜿蜒小路绕其间，孤身独影时隐现，唯有大义在心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磊哥，本场给兄弟们带来的是20号中超的一场比赛，大连人对阵河北队。大连人上轮中超主场5-1大胜深圳队，成功止颓反弹，球队主场优势比较明显，最近3个主场比赛未尝败绩，河北队近期状态依旧没有回暖迹象。上轮中超客场1-3不敌北京国安，同时遭遇10连败，球队整体竞技状态全无，两队近期状态差距较大，大连人表现更胜一筹，此战取胜的希望更大。是物非物，花非花，磊哥评论顶呱呱，关注磊哥分享最新比赛分析。